迷你世界你不知道的秘密，你知道一毛钱在迷你世界里面的作用吗？伙伴们，你吃过星星礼盒吧？吃过的伙伴请点一个赞。我们吃一个礼盒会给我们八个星星。众所周知，星星的作用是让我们复活。伙伴们，我们用一个星星就可以复活一条生命，对吧？迷你世界中不用星星可以复活吗？伙伴们，你们先选一个 A 可以复活， B 不可以复活。在游戏中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狗带掉进虚空，会狗带。伙伴们，我们掉进水里，等我们的氧气用光，一不小心也会被淹死，对吧？一不小心我们也会被淹死，所以星星非常重要，我们又要用星星复活了。有人说迷你世界中我们只能用星星才可以复活，错，其实还有一种方法，不用星星你也可以复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伙伴们，我现在没有星星，对吧？我的星星是零个，如果我现在跳进虚空，你们看我是怎么复活的？就是，伙伴们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迷你币来复活，你们学会了吧？也就是一毛钱，一毛钱就可以复活了，这就是一毛钱的作用，你们知道了吧？